哎，黄队没有说那么惨过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领导先要干嘛？解释吧。黄队已经垮台了，已经整个什么士气啊，软趴趴，崩了。他们崩了。我到底是要放手给我队员继续呢，还是要？你干嘛哭？不能要哭。不是啊，这一关我们没有干嘛。我说有啊，你们就是一直说，你们说人家厉害啊，没有没有啦，你们有什么美德啊？你要站在人家。老师，你知道老师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吃东西啊！你别像个阿伯一样在那边偷吃好不好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上过就见过一个很有名的那个音乐人。这是谁啊？不是啊，你们应该知道吧？鱼头人，没看过吧？没看过吧？鱼头人，鱼翔，鱼翔。好，好。有没有？有就是这个老师看。想要鱼翔犬。鱼谁啊？那你知道余祥全是谁的儿子吗？对，那你那个动作会吗？余祥全打一套，对吧？来，中间来了，来了。豪气面对万众高，不打架，不怕，我的要花人尊嚣，对，怕，唱歌被骂，提成被打，左边准备马，右边准备马，我大哥。给你看，我来看看看，我来看，我来看，我来看看看，你好啊！一，神马好哎呦，那我可以再举手啊！平衡点，好好放这样，可以放上面嘞，我像魔术一样，像 magic， 厉害！哇，哎，你干嘛？我讲 magic， 你喜欢吗？哎呦，大家来跳一跳！橡皮筋，老师，来看一下，橡皮筋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过不了？我知道背很烂的，过不来对不对？他背很烂的，吹一口气。我哥都戴口罩。他都已经过来了吧？比较好，哎呦，这比较好练。我现在把它弄成很多很乱，对不对？嗯，吹一口气。怎么样？恭喜黑队获胜！没错，就是无逻辑关卡，这一关就是两个人有任务，必须博得对方女队员的认同。比鱼翔，他们要比耶，对，然后他们两个已经脸不屑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们很不秀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哎，黄队没有说那么惨过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是啊，嗯，好可怜。就说个好看，黄队的传统都被你们破坏了。领导先要干嘛？解释吧。所以我还很认真的在看这个菜单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认真，你也他们两个好认真，你也认真看他们的模式。不是因为我想说钟哥要跑。黄队已经垮台了，已经整个。什么士气啊，软趴趴，崩了，头发，他们崩了。我到底是要放手给我队员继续呢，还是要？你干嘛哭？不能要哭。不是啊，这一关我们没有干嘛。我说有啊，你们就是一直说，你们说人家厉害啊？没有，没有吧？你们有什么美德？你要站在人家。我们没有，我刚刚偷到也没有怪我们。是，你们不要难过，我们都是一路到。因为慈妹是第一次来，对，第一次来都是这样，你们都欺负她。因为我们刚真的很认真在记180多课，而且都赢那么多了，还要杀我们杀的。对啊。